昨日，在亚洲新歌榜中，火箭少女101获得最受欢迎团体奖。杨超越、段奥娟、亚米、赖美云、李子婷、傅菁、徐梦洁到场领奖。孟美岐、吴宣仪、子宁、桑尼未到场。队长亚米说明了桑尼的近况，会代表粉丝们好好照顾他，感谢粉丝和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老师，希望多多支持我们的新歌壮，祝福他们一直能够向阳而生，逆风翻盘。